来到这个韩国的彩妆品了啊，超漂亮！现在要来试看这个眉笔盒，最期待就是这个，它是开起来是这样子的，三个颜色，超美的吧？我这次的头发应该比较适合这两个颜色，中间这个好像是胶，好酷哦！我现在有胶用，推开，它里面有这三个，这三只东西好可爱哦。等一下，快出了吧，新加坡。然后还有这一个，上一次好像没有给你们看到它的试色，但是 highlight tint， 然后它跟那个粉饼盒有什么不一样？是它是粉色珠光的，天啊，这是黄灯，你们看得到吗？然后你们好像看不太出来，这个手是没有，那这个对，好美哦。然后还买了两个口红的颜色。它叫 Lip Shine， 好美的包装。两个都是跟以前有一个 collection 一样，它都是这边屁股转，而且它应该是转了就转不回来的那一种，所以你们尽量不要一次过转太多。是，哇，很美，哇，你看到吗？很 creamy 耶，真的是转不回来了，所以你们不要一次过转太多哦。看到吗？超级美，这个好像有点樱花橘。很漂亮的纽哎，这是新加坡的，可是我没有带壳来，带不去了。其实应该在那边给你们看，漂亮吗？好像刚刚好。口红的颜色有没有超美？超漂亮的这个。我先用中间的这个角。还是还没用到，还蛮不错的，是的，再妖艳了一点点。对吗？还是也难。这个比较深。是吗？早上好，那个太阳很漂亮。今天天气好像慢慢没有那么冷，变暖了，变暖了。喂，我们现在在不打，在香港的那个大楼里面。哇，我们在太古城那边。好亮啊，天气。今天天气如何？热。热。热爆啊！今天早上不是在生活气吗？哎呀，那个猪头。我。完全不听。我是猪头。未来的老公。我你。惨啊。还没啊。哎。连求婚都没有，还未来老公哎。这个人啊。我们现在在。轿车上面，然后行李全部在后面，然后我们四个人现在要去中港城出发去澳门。讲错了，我们现在是去港澳码头，因为我们现在在香港岛，所以我们去港澳码头住。I would like to go there at the back of the house where a high school teacher caught us when making out. You know